排队的队伍是排到路路长。每年第三顶指南宫只要举办发钱帽的活动，就是一款现象。因为每年是每年，指南宫新的纪念钱帽嘛已经制作完成，而且要伫新历正月初一，透早九点半开始，预计要送出3600个钱帽。因为正月初一吼，我都要来画画，啊，都大家来去龙泉后院来排队吼，啊，前面都是我们发套币啦，就是有金有银的。啊、再来就是金的，再来是银的，应该来的人都会拿到，最少会拿到银的这个纪念币。唔难会当招财求平安，嘛相当有纪念的价值。纪念宫每年所制作的钱帽，小袂少信众，拢想在抢来卖。袂方表示，今年除了要送出3600个钱帽，头前100位民众，佫会当摕到庙方精心准备的套装钱帽。你早一点来，在前面的人哈，就是会。我们这个珍藏版的哈，前面的人我们就大概现在目前那个数量要不该快点了，看人事了，大概看100个还是80个、60个，我们当天再决定。应该前面的人都会领到这个，这是我们的珍藏版的这纪念币，欢迎大家哦，元旦那一天早一点来哈，就会领到这个套版套币，还有金的，还有银的都会有。另外，还有一个好康的消息。庙方今年也特别举办跨年落炮做公益的活动，只要大家来指南宫运动，各捐赠50块，帮助创世基金会募集年菜，就有机会摕到含量500分的每年纪念钱帽。只要你来指南宫这里跑3公里，或走3公里，或跳绳100下，指南宫会帮你做哈、我们的乐捐50块给我们创世纪好、年菜，然后指南宫本身也会送你一个马年的银币兑换券。所以这两礼拜两天假期，都有机会摕到指南宫的每年发财钱帽。庙方也表示，为了继续鼓励生育，伫每年出世的红孩仔，同款会当摕到儿童手册，来领土地公、土地婆所送的见面礼甲祝福。记者王祖如采访报道。